他偷车，他就是骑着自己的电动车，携带啊自己的那种梯形的钻工具，把车开到那个银谷那边进行换卖，那这个一部车也就卖几百块钱。到后面就跟一个朋友去赌场上去玩一会儿，玩一下就玩陷下去了，后来把自己家里钱也偷出去输了，就不敢回去了。所以我本来是过来玩的，过来说玩两天，等老公气消了再回去的。那一个人在街上无聊溜达溜达溜达，就又想没身上又没钱，就又想这个了，就是就一时糊涂要。